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，但是我们刚结束科夫港，然后我们往南走，我们其实在六个小时就会到雪梨奥本罗湖，但是我们现在先来到一个很长的一个木桥，然后我们刚刚有去一个蜂蜜屋里面吃蜂蜜冰淇淋，接着再来到这边，旁边有露营区，然后你看多漂亮的风景呢，是浅滩，再看这边，然后有人在戏水，好壮观，我们现在才刚上这座木桥，走，这样。然后木桥木栈道很长很长，那前面有一个人，我们要跟他说嗨，看他会不会回我们。嗨，他回我们了，他问我们你好吗？喂，郑义伟，在弄吗？在弄呢？喂，打你啊！在弄呢？走，臭胖子，好的，停。真可怜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。你看，它这边写大嘴鸟，但是大嘴鸟在哪里？别闹呢！我打你哦。这边有写去，这边是哪里？我看。哎呀，可以下去耶。这边写这边是哪里啊？这可以下去。这边写这边是哪里？啊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疫苗啊。Endangered shorebird breeding area。看好多疫苗，超多的。嗯，对，很多。好恶心啊！是蝌蚪吧？是鱼。是鱼啊！他把你吓死了。